大家好，我是凯西，我是盖瑞，欢迎收看凯西与盖瑞。我们现在呢人在桃园机场，我们要去哪里？马尔地夫。没错，我们要去马尔地夫自由潜水啦！终于，这是大家所说的潜水员的梦幻天堂，所以我们就准备出发去。那我们呢，等一下会先搭星宇，对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搭星宇，其实蛮期待的。等一下再开箱星宇的飞机给大家看看。好，那我们就先去 check in 咯，走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就是 Laksa， 然后就是水果跟面包还有小菜。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就是你可以选浓汤。这边呢是他们跟胡同烧肉合作的，就是烧肉便当。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吉隆坡了。它这边比较特别，我们国际线下飞机之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搭 Air Asia 要领行李，所以要先来搭它这边的那个 train。再去领行李。到这边就可以去那个 immigration， 他等一出来，他马上就会告诉你他们的行李提领的位置是在哪里，这样。check in 呢，拿到了我们的 boarding pass。那刚刚他就是跟我们要了我们的两剂疫苗证明。你如果要去马尔地夫，你要事先先上他们的签证，就是你还是要先上去填写一些资料，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 QR code， 就是要出示给他入境跟出境其实都要填哦。我们这次来都有被问回程机票，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回程机票资讯先记在手机里面。那我们要准备入境了。出境马尔地夫，我们等一下呢要搭船去我们今晚住的地方是居民岛，这样。如果你到马尔地夫你还没有买网卡的话呢，在出口这边出来，然后直接右转，这边就有两家电讯公司可以去做购买。那如果你有想要换马尔地夫币的话，是出口出来的左手边这个地方。我们刚从那个机场出来，然后直走就会到码头。基本上你落地之后就要搭各种船去到你要住的那个岛。Hello， Welcome on this. Thank you. 我们现在已经在居民岛里面，然后我们要走去我们的那个饭店，然后这边有一间。他们说就是 Lily Spencer， 就是居民岛上面的全联，简单一点就找我点。前面还有一间小间的，然后它东西比较没那么多，但比较便宜一下。我们到饭店了。Welcome, drink and drink. Thank you. Welcome, drink. Cheers. 肉，就我一句。好，我们接下来开箱我们在 Triton 这间的房间。好，开门。这边是一个透明的那个，哎，可以看到浴缸、水，然后电视。房间看出去的景色，哇哦！接下来吃饭店附的早餐，鸡肉面包，还有一片 pancake 的这早餐。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多苍蝇了吧 ？Everywhere。我们现在呢要去泳池，然后泳池呢它就是在八楼。那八楼一出来之后呢，就会看到这里，它就是一个主要是拿来拍拍美照的无边际泳池。
我们现在在沙滩上面，然后意外发现一个别人弄好的 I 型，这个就是居民岛的沙滩。我们现在呢要去我们的第一天的潜水行程，现在走在居民岛上的大街，然后我们要出发去港口搭船。Thank you.Professional 正在帮我们找。现在来逛马尔蒂夫的全联，居民岛的全联，就是那天有设的，它叫 Lily Spencer。对，我们去逛一下。仿的多利多斯，非常多的零食，零食区，然后冰淇淋，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有。大家早安，我们现在已经 stand by， 要去追金沙。对，没错，我们今天开了两个小时的船，现在已经到了。金沙跟美茶会出现的地方，那这个潜点不是一定会看到，那就是凭运气。那我们就准备下水喽。现在他们看到了金沙位置，然后目前船就是开一个超高速的方式，就是去到达目的地，但是他也有说不可以太靠近金沙。晚餐，那我们的住的那个饭店 Triton， 它刚好在某一天的晚上就是有一个 White Party， 所以我们今天全身白要来参加这个 White Party。漂亮啊！没错，来吃稍微好吃一点的晚餐。你是被老公勾引了，你是直接面对老公勾引了，这样不对哦。
走吧，走吧，吃饭。This big table, okay, big table. Okay.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很早的飞机就要离开马尔蒂夫，吉隆坡。对，因为我们的班机就是航空公司的关系被改了，所以比较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多一天时间在岛上玩一些陆地的东西。那我们明天就要去吉隆坡啦，结束吉隆坡 ，Gary 就要回台湾了，然后我就会继续我之后的旅程。我会赚钱。对，现在这个夜色很漂亮，我们要准备回去饭店吃晚餐喽。那就在走回去的路上，也跟大家分享马尔蒂夫的食物真的稍微可能比较不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我不太确定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吃起来是觉得还好，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多带一些自己的食物来这样子。然后他们这边当地使用的币是马尔蒂夫币跟美金这样。那其实马尔蒂夫币我们觉得不用换太多，我们其实只换了台币大概1000块左右，两个人，对，我们根本没用到。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跟团了，所以我们的三餐基本上都是包在饭店里面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抓一下，就基本上你可以先换美金过来，然后到了当地可能在机场的时候再换一些马尔蒂夫币。这边的电压跟台湾不一样，所以这部分也要记得买那个转接头。在居民岛呢，就是穿着一定要稍微保守一点点，所以如果是爱海的女孩们，然后穿着比基尼到处跑。他们有说之前曾经有一个女生喝醉吧，然后裸奔被驱逐，永久驱逐。他们就是一个回教国家。对哦，对，说到回教国家，这个地方也是没有猪肉的。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它就是适合你，如果是喜欢海洋生物的人，对，这边真的可以来看看。他们岛上是不能卖酒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喝酒的话，就是有一个跟海上酒吧的话，可以搭船过去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两个不喝酒，所以我们昨天就没有去海上酒吧。但听我们的朋友说，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那我们就真的去吃晚餐了。走吧。对，我们就马来西亚见了。